哇，你知道我那时候打开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有吓歪，什么怎么去死一死，怎么还有点活着？就想说，我是杀人放火，还是踩了他祖坟，还是打小人那个有使用吗？打小人，我觉得我可能要打很久，因为我这个状况可能整间庙要包起来，说不好意思，后面那预约的你们都先不要进来，我这边有一个重症的，年纪这么大还能生。但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也没关系。不然讲太满，万一到时候没成功，然后你们说做人失败。可能我自己给人家的感觉，别人就会觉得说你不惹事，事情也会来找你。一开始其实也会觉得说，怎么有种人在家中做事情从天上来那种，怎么又砸到我的感觉？这家你不用担心，小人多就是贵人多的意思。如果你不好，谁要找你？有些人睡觉连鬼都不抓了。好啦，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动力。以前会觉得很烦。这个也不关我的事，怎么又来问我？我讲了这个东西，可是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被别人解读。到后来想说，算了啦，懂我的人就觉得很好笑，不懂我的人他就继续讨厌我。哇，你知道我那时候打开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有吓歪，怎么不去死一死？怎么还有点活着？就想说，我是杀人放火，还是踩了他祖坟，还是怎么会有人人生这么负面，这么黑暗？一个人他讨厌，他其实不会想看到你。如果一个人他是又想要找你，又想要看你怎么样，他其实没那么讨厌你，他其实蛮关心你的。这种人就是你要让他找不到你。我怎么连想骂他都找不到他？所以我就是会把这些人都拉黑。我的粉丝都比我还担心。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有人说，你要不要什么打小人的法宝，然后我们可以寄给你。然后还真的有人寄给我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厂商朋友很可爱，他还去帮我拜拜，他说，我帮你求一张平安符。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说，其实蛮感动的，他们把我的事情看得这么重要。不管去拜拜啊，去什么的，心灵的净化我觉得其实都蛮重要。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呢，就是吃得好睡得好嘛，对，反正问心无愧，怎么样都好。打小人那个有使用吗？打小人，我觉得我可能要打很久，因为我这个状况可能整间庙要包起来，说不好意思，后面那预约的你们都先不要进来，我这边有一个重症的。像我生第一胎，我也都是很顺其自然，我就很开心跟大家分享，年纪这么大还能生，但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也没关系。不能说没有期待，但是我也是许了这个愿望，希望就是，如果可以再生一个的话，那也很好。不敢讲太满，万一到时候没成功，然后你们说做人失败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丽晶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和你看，龙和你欢喜，龙和你大发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！而且希望大家都一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。今年会红，心态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。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。